短暂的休息，我们又来出外景了。休了一天，你有回复吗？没有，没有回复，不可能回复，而且心理的创伤难以平复。哦，最需要时间。对，我们今天来到了新竹的关西，在我们身后呢，这是牛栏河，这是关西很著名的一个地标。然后我们旁边是东安古桥。听说有90快要100年的一个历史，对，一个古桥，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名胜的地方。我们看它这个河水，像这个溪应该是人工做下来，做的一个很像梯田的感觉哦。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小吊桥啊，你看很多游客都在对面散步啊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这边干嘛？我们在这边等我们特别来宾是吗？为什么每次出外景都是这么大？每次运气都太好了一点。对啊，运气好好。而且最近网络上很多人留言说我越来越像原住民。哦，有了，有，这是一种称赞。对，再过几个月，你看表示收人了。有啊，没收人，有没有？没有。我们的特别来宾到底来了没有？哎，哎，洪正，杰哥，哎。为什么你们那个团员出场都跟桥有关系？真的吗？你是古迹管理员？可我们专门来桥事情的。上次对，你们专门来桥事，因为上次 Teddy 是从那个水坝的桥跑出来，也是桥。你转行了，什么时候来管水坝？因为其实洪正也住这，不能算新竹吧？中壢。中壢对，算新竹也有点地缘关系，有一 点客家人。对，客家人。哦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边。就完全是靠他了，体验一下客家文化。对不对？我是要靠两位带我，就是体验生活的。但是因为来到在地，你比如说到南非，当然就靠对，还会讲南非的官方语言。那来到客家，当然就是靠你。但我不会讲客家话哎，怎么会？你改地点吧，因为洪正其实来到客家地方并没有太大的帮助。对，开玩笑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这边是板垣古桥。那大家呢，先在这个地方先好好游憩一下，观赏一下我们历史的痕迹，因为那个桥的部分非常厉害，它其实用土坑泥土结合，到现在还屹立不摇。真的、哦。哇，它取代水泥耶！你这样摇摇看，不然它自己已经屹立在这边100年了，现在相当牢固，相当坚固。对。那我们赞叹一下古老的工艺。嗯，好，等一下参观一下。好。走走，请那个中壢人带我们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往这边走，这边我负责的嘛。哪边？就是桥明明在那边，你要往这边，是往这边吗？所以我们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，走。前面他们在干嘛？这是什么？有绳子，感觉跟姻缘有关系啊。不过这三位是哪里来的？我好想录他们。我们看到福利就慢下来了，对啊，已经不想去挑战了。他们三位太可爱了。我们现在东安古桥有逛过了嘛，对不对？是。是，那来到关西的时候呢，这边我们安排的福利挑战呢，就是这边有三位花样少女。是。我们要进行的是浪漫台三线。好，没问题。这个福利挑战很简单。嗯，对。这个三个可爱的花样少女呢，有代表的你的福利是宾士车一部，两个人可以坐宾士车，一个会抽中机车。来下一个哦。嗯，好花样哦，花样啊，花的样啊，好花样啊。OK， 那只要你选中谁，那就决定你今天的交通工具是什么了。浪漫台三线，那牵起你们的红线，就决定你们要选哪位花样少女。那我们先从谁先呢？是来宾先还是李仁哥先？来宾先，我先吗 ？OK， 那我就不好意思。请抽一条，请抽一条，随便抽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就把这个花样。看那表情，看那表情，好紧张哦。看那表情。哎，干嘛投滴滴？害怕啊？好，心虚。这条 ，OK。心虚。来哦，来拉拉。看，把它拉到你旁边。啊，表意啊。代表什么？先不告诉你。今天恭喜这对新人。左手边头。我们促成红线。洪正在关西找到了这个一个花样姑娘。花样姑娘，好，来，等娜你先吧。我先吗？对，你先选。好哦。你应该想比较想拉到冰室的。如果是李仁哥开车，那我就没什么好选的。对。那我就这一条了，我就没好选。好，来。其实我原本以为这个是体验生活的节目，想不到是配对节目啊。来公布你们的命运喽！好，那一个一个来吧。好，是在这吗？好，
休旅车，我的运气真的一向都还可以。该不会有脚踏车吧？啊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它可能是滑板车。不好意思哦，掀起你的盖头来，摩托车，休旅车。啊塞，我就知道会是摩托车了。我们真的没有欺负肯纳，大家自己走。我很怕每次都是你最衰，然后人家说我们一直是因为是效果，然后都欺负他。对啊，真的不是，我们是真的随便抽的哦，真的是好不好？但愿赌服输喽。这边是客家庄，对不对？所以待会呢，我们会让你们吃到这边的客家名菜，叫做菜包早餐。好，走，我们去吃菜包。沿路上看到菜包57K 就停下来。57K， 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耶，小旅车够。那我们就去。走，我们去吃菜包，走，去吃菜包，耶。哇，可以吗 ？OK 啦，这个我最近刚好是想要来，真的，再看野啦，体验一下啊，试驾。小时候都骑这个啊，这好。那广告是什么？我从山林来，越过原野。哎，要不是天气这么热，我会考虑跟你交换。还挑啊？还挑天气？去空档哎，可以吗？进不去空档？不是，它有电动启动，你干嘛踩？有。科技始终来自人性，好不好 ？OK。我在踩什么？哎，帅哥！哎，杨伟雄那边，帅哥，菜刀店怎么走？你小心骑啊！58、57公里，快到，剩1公里，这边我。好，怎么样？舒服吗？跟你比起来，应该舒服很多。你还好吗？加上我的汗水。这台车。没什么问题，就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冷气特别冷。冷气特别冷，对啊，再加上汗水，哇，那个刚差点感冒了。啊，伴娘你好。我们要先进行福利挑战。有，还有办法去找。好。OK。好，我们要跟老板娘挑战什么？哦，老板娘有准备了丰盛的饮料等大家。哇，有饮料哎。然后跟刚刚开车沿路很热，对不对？嗯，这该不会又是抽奖了吧？哦，来喽。先不要动手，怎么样？不能动手，不然怎么喝？对啊，这感觉又是抽奖嘛。现在有3杯饮料，然后请你们3位啊来决定你要选择哪一杯饮料。那其中一杯饮料呢是苦茶，选中苦茶的，等一下就只能流口水看两位吃的甜美的菜包。又来，那我觉得好了，那我先选了，好，感觉好像我们蛮安全的啊。好，真的哈。我也觉得你还要先喝一个，要干杯一下吗？不要，要干吗？如果他们真的苦茶，哇，很惨的，来，大口啊，大口，1、2、3。啊！嗯，冷了吧？冷的哦，硬底子哦。嗯。谁？就是你啦，就是我，好烂哦，好烂，谁是苦茶？对，不是你，应该是我吗？是你吧？是我吗？我刚刚看你的，我不觉得我苦啊，还是就这杯啊？哦，这个就叫苦茶，还好没有很苦嘛。你们是汽水的啊？那就有反差啊。所以你下面有解答，撕下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这苦茶好好喝哦，但我不能吃。菜包，真气！啊，我不能吃，你们两个试试看，看客家的菜包好不好吃，好吧？够耶！我们会尽量的。想用我们的客家菜包。哎，老板娘，这个菜包那个为什么它的那个皮看起来不太一样哦？对哦，我们这个是用纯米，用蓬莱米跟糯米有比例去搭配的。那白色跟这个。绿色什么差别？这个是加了艾草，这个是酸菜口味、竹笋口味、萝卜，像咸蛋超人就是萝卜、菜脯丝、菜丝茶。对对对。那所以我不能吃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我苦茶总可以续杯嘛？苦茶可以续杯，那你可以再给我一杯苦茶吗？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
谢谢啊，谢谢老板娘。好，来你们吃，快。哇，那我们应该要先从夏季口味开始。看你们，女人哥刚好是笋子控，对，我们就从笋子开始。好生气哦、喔，你可以再过分一点。哇，这个很嫩哎，就跟刚才我们抽到那个水漾姑娘一样，白白嫩嫩。花样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把笋子包很好吃，而且它切的方式是那种一颗一颗的，所以口感很好。你说哦，它变成是笋块是吗？嗯，笋块，所以它口感很好。哦，嗯、我本来以为是像是那个笋丝、笋干这样。哦，对，咬下去这个口感很清晰耶。来，您的仙草茶，因为苦茶太苦了，仙草茶。非常就非常就，谢谢老板。客气。谁？哎，你看老鹰。老鹰差一点点被叼走了。没有理我。老鹰，哎呦，就叼走了。怎么反应那么慢呢？你们？让我们吃不一样口味的。不理我。气死我！刚不理我。那你想要吃哪一个？那我吃干的，你吃新鲜的。好，试试看。好。这是什么？哎，你的是。干的，然后你的是我是萝卜丝，怎么样？有什么分别？它这个味道看味道又更重了一点点，味道更重，对，辣的味道又更重。哦，有辣哇，我超爱辣的，我的也是微辣。然后它的菜就是腌制的，不会说很咸，对。然后就是它的味道，所以还有一点点带甜。我不想拍了，我看你们吃这么开心，我要这样拍。可是这个辣不是是辣椒的辣，是胡椒辣吗？对，有点胡椒的辣。辣都是胡椒的辣吗？嗯，不一定。如果是酸菜跟竹笋是辣椒的辣，萝卜丝就一定要胡椒的辣。酸菜跟竹笋是用胡椒粉，它吃起来会沙沙的。哦，它口感上，人家会觉得说，老板那个胡椒没洗干净，对，没洗干净，因为那大概刷刷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原来是有这种感觉。然后就说老板真的很用心在做。对啊，哎，我知道喝了。很好吃哎、哦！哇，真的很好吃。这仙草茶好好喝哦，而且它是好吃啊。这个是跟刚刚苦茶不一样，这是会回甘的。还有一个什么口味的？又一个酸菜。酸菜试试看。它的皮也吞口水。它的皮很特别，我没有吃过这样包子的皮。对啊，它的皮跟一般我们早餐店看到那个馒头爸包的那个皮都不一样。对啊，它是很 Q 吗？有嚼劲，有嚼劲的哦。它这个肉馅大概三八，哇，这而且它的料很多，对，料超多的，我觉得你们吃不完。我觉得我们一个人吃四个有点太刚好了，有一点哈，刚好就吃完它这样。我不吃完它我们不走。你有没有吃完呢？你今天整你们两个整天都不用吃了。星光，而且老板娘还很大方，送我们一罐仙草茶。哇，真的超好喝。对啊，而且回甘的仙草茶太赞了。老板娘，哟，你的菜包太好吃了。谢谢，对啊，谢谢。那我们想请问一下，在这里是关西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关西还有哪里可以推荐我们大家去走走看看？哦，就是我们这边南下，顺着这台山线，有个王美很喜欢的景点。王美、啊、对，那边拍摄起来有落羽松，有美漂亮的喷水池，你们都可以到那边走走。老板娘推荐，那我们去找找嘛。对，好，我们去当王美。谢谢啊，老板娘。不会，不会。谢谢。对啊，谢谢老板，再来打扰老板娘，谢谢，拜拜。哇，好有人情味的，真的菜包店，不止菜包好吃。出来玩哦，真的会感觉到台湾人真的很热情。就是他其实也不是为了要宣传他的店，他是真的照顾我们，要让我们感受到做生意的热情。坐在沙发上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。请问今晚住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！